sunflower in the fall. I miss the summer rain. Can I grow it all? I feel that I've fallen behind the clouds and I collide. I can't find my light. I don't mind.好啊，朋友们，以前我在美国上研究生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有一个活动叫做 Lunch and Learn， 然后呢今天我新开的这个模块就叫做 Coffee and Chat， 所以我们这一期呢主要来聊一下我是如何在中国赚够来美国读研的学费的。这个故事啊就要从我十八岁的时候讲起，因为大概是九年以前吧，不小心暴露年龄。十八岁的时候呢，我从老家沈阳飞到四川大学去攻读电子工程学士学位。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上课好无聊。我们当时学的这个课就一帮什么模电、数电啊这一些，电路原理，我现在早就忘光了，就饭吃，就特别枯燥。所以我当时我就记得很无聊嘛。然后那个时候是大概一四年、一五年那个时候就兴起了微商，微商特别赚钱。我的同学们呢，当时就在抱怨说，在中国买外国的东西，要么是买不着，要么能买着就特别贵。所以呢，我就看到了说，哎，我是不是能在这里赚点钱？我记得带我的那个姐姐是一个新东方的老师，然后她呢就有很多的外国资源，所以我就通过她认识了很多就是在外国的。那个时候，2014年、2015年，应该是大家刚开始用微信吧。亨利·福特说过，先有买家再有生意，所以我的买家有了，平台也有了，然后我又间接的找到了说在韩国和日本的朋友做的供应商，这么一个大学生创业的小生意也就自然成了。对，你们想的没错，说好听点这个叫跨境电商，说难听点这个当时就叫做代购。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当时我爸我妈给我每个月的零花钱就只有1500人民币，然后我当代购的第一个月就赚了2000块钱人民币，第二个月就赚了5000块钱人民币，然后第三个月就破万了。最开始呢，我是在我的宿舍楼周围是开始卖的，我们都女生宿舍嘛，就大家都喜欢美，大学生都爱美，所以就在宿舍楼里面开始卖，然后开始就卖到我们全学院，然后隔壁学院，然后再是全校，最后就是很夸张，就是连我们老师啊、宿管老师啊，就都给我买化妆品啥的。然后我的一个再后来就是遍布全国了，然后我的微信呢也很快就满了5000人，我就开始开小号了。我觉得我这个生意的成功吧，一个是刚好成了一个时代的东风吧，再一个是也确实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便利。我记得当时我就去一趟韩国，我去一趟差不多去个4天，那4天只睡10个小时，但是差不多能赚4-5万块钱。回来的时候当时还做了一个21天的减肥团，也是挺盈利的，这个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商业模式到现在也还是做得起来。这个想法呢其实是来自于我的托福老师，他当时有一个21天托福团的规定，只要你在21天内每天完成作业，就会得到你的押金3倍返还。但是有着双倍返还押金的动力，其实我当时还是前20天还是有挺有干劲的，等到21天的时候我就彻底失败了。所以呢，基于他的想法和我的创新，我当时创建了一个21天的减肥团，当时押金是99块钱，我给大家食谱，给大家减肥计划，然后如果大家每天都打卡，每天都 follow 的话，我就到了21天结束之后，我就会双倍返还押金。成功的学员当时就是每个人差不多都减了10斤级以上吧，然后没有成功的人，我就会跟他们说，我说那你可以参加下一期继续减。然后有很多人就是一直跟着我的减肥团。我的这个经历呢，当时还帮我赢得了福特汉姆大学商学院的奖学金。当时我面试官就跟我说，说他也想加入我的21天减肥团。我后来创办这个减肥团的一个初衷，其实是我自己减掉了50斤的体重。我原来是一个小胖娘，这里插一张我的那个对比图，大家不要惊讶，这就是我。那就是我也是因为这个创业的经历吧，机缘巧合从电子工程转到了商科。当时呢，我记得我是投了8个学校，然后最后来了7个 offer， 一个带奖。我最后选择的是南加州大学的全球供应链管理专业。这个项目呢，我之前简单介绍过啊，现在不多说了。但是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以后还可以专门做一期视频再讲一下。我的生活其实也充满了挑战，但是我非常喜欢这样。我尝试过不同的兼职工作，比如说驻唱歌手啊、平面模特啊、主持人啊、
自媒体博主啊，或者是旅行者这一些。我去年呢非常任性的裸辞去夏威夷旅居了一年，然后虽然后来也是接了这个 fully remote 的 return offer， 但是也是没有错过全美的裁员大潮。然后今年回加州呢就接到了三星的 offer， 在三星做供应链。在公司工作的同时呢，我也在业余的经营着网店，然后还在周末做做房产经纪人，卖卖房子这样子。虽然这些事情可能看起来毫无关联，但是在我看来他们都是不断提升自己的机会。靠自己的力量来美国读研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说实话这个需要大量的财力和精力，然后你还需要不断的学习和进步。光一个托福和 GMAT 我就是考了非常非常多的次数，因为当时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做网店赚学费上面。但其实如果你有着跟我当年一样的目标的话，你只要保持积极的心态以及不断的在这条路上面去争取去坚持，我相信你一定会在这条路上走得非常通畅。希望能通过我的故事能够鼓励更多的人来追求自己的梦想，并相信只要你努力就一定能实现它。好了，那今天的故事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一曼，下期再见，拜拜。